还没有说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您贵姓？我姓叶。叶老师，您今年夏天要回国吗？要。去哪儿？去上海。怎么去？坐飞机去。什么时候去？六月底。六月底，那你要去多久？三个星期。三个星期，你会在那儿做什么？上课。上课，上什么课？上很多课，还要去旅行。那在中国的时候会不会去旅游？会。去哪儿？去杭州，去哪儿？我忘了。去西安，我们要去西安。那你怎么从上海到西安？坐飞机，还是坐飞机？也坐飞机、啊。也坐飞机。那你去过西安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你去过杭州吗？去过，去过两次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台湾人。哦，台湾人。哦，那你去过上海吗？去过，去过很多次。那杭州有什么好地方？杭州西湖，还有忘记了。那西安呢？西安有兵马俑，还有华清池，还不错。那西安算不算古城？算，非常古城。你不去北京吗？不去北京。你去过吗？我的亲戚住在北京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